好多人都話創業嘅路上面咧，除咗需要有運氣之餘，亦都要好努力。今集我哋邀請到嘅嘉賓郭博士，佢可以話係創業路上面嘅一本教科書，因為佢唔單止經歷過一啲辛酸嘅創業經歷，但係當佢創業成功之後，步向下一個階段之餘，佢亦都回饋社會，分享俾更加多嘅創業者。如果你都對創業有興趣嘅話，記住留意澳門有線互動新聞台人才講壇。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留意9月14号晚上8点澳门有线互动新闻台人才讲坛。